爱就是要只为他活，我要他，他就走不远，他就只能了放手。如果我赶他走，爱婚跟大企业钱你共收啊？啊，因翁仔某你有共斗相共无？哎呦阿哥，这代志简单啦，交乎我吼，百面成的啦，一点困难都无咧。你看陈主任跟主任夫人是恁的好朋友啊，啊，恁的好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，因在扛面上哦，我一仙钱我都袂提啦。妈，莫非我这么相信你？一遍搁一遍安尼欺骗我，水钱是假，美国矿场是假，台湾食品的连锁店也是假，你怎会变到安尼啊？你还讲唔敢吃？那三姑来因岛上？已经给你调查个清清楚楚，让你知无？枉费我这尼啊疼你，这尼啊侮辱你，你是阮陈家唯一的希望，我将所有希望拢放在你的身上，你去给别人抢，我烦恼到一礼拜吃袂落，睏袂去，听伊讲你强关。我四界拜托人伫个美国等听你的消息，结果你转来，你是转来啊？又不过，你已经不是较早善良的妖祖。为了钱，你什么代志都做会出来，包括欺骗你最亲的人，伤害所有爱你的人，爱是伊是无？爹地，一天去，你给我死出去！若无你这种怕的子孙，啊，若阮阿兄兄，我以后去甲相做。原谅，你原谅我。我已经给你足侪摆机会，你拢袂晓放，已经失望了。请你出去，以后我邓桂英，甲你邓瑶做，惨无够，水无流，一世人无来哦。阿哥，妈，阿哥。我一定跟你斗相共的，啊！讲啊，小祖，萨古拉，多谢，会跟你做亲戚，真正是我的福气。骗来的60万是帮小七治眼睛用的。你这么是在讲啥？小七是啥？爸，妈妈，耀祖哥他会拿那60万是因为……我来讲的，妈，耀祖哥哦，伊为美国回来了哦，和伊朋友带去开公司啊。后来他被他朋友陷害，说他诈欺啊，他心情不好才会喝酒开车去撞死小七他爸爸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这小七又是谁啊？小七就是盲眼卖花女啊。耀祖哥撞死他爸爸，心里内疚，所以才……这耀祖良心不安，想要弥补小琪，所以才去骗钱，想要帮助小琪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不然啊，凭她一个卖花女，她养活自己都有困难了，哪有钱去换眼角膜？卖花的小琪。 认出来了，他就是那个负责卖花女孩回家的男人呐、啊。可是他不需要手环呐、啊。啊，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，我们现在要把药主给找回来，不要让他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啊。走走走走。小大妹，妈，我们找到药主，一定会把陈家唯一的香烟带回来。不是香烟啊，是香火。啊，你都免去，我去就好。 耀祖哥，小琪，你耳康真正都来录好啊？你我的卡无啥只听，你拢听得出来？我只有听得出来，耀祖哥，你的卡无啥？耀祖哥，你是不是有啥物话要跟我讲？我先问你，食饭了吗？阿妹，来，我替你去买哈。 哎，耀祖哥，你等阵，耀祖哥，你有啥物代志，你直接甲我讲啊。小七，有一件代志，我要甲你讲。我最近可能要出门一撮，来真久的时间。你要去倒？英国啊。 美国那边有打电话来讲，什么疑似眼角膜的代志，可能稍等一下。哦，不要紧啦。那么，耀祖哥，你什么时阵才会回来？小七，我一定会回来，带你去治疗你的目睭。其实哦，只要有耀祖哥陪在我身边。 目睭治会好还是治袂好，拢袂要紧啊。好啊，莫讲遮，我都也好，我去替你买物件。好。耀祖哥，是哦，治疗我目睭无重要啦。虽然讲哦，六十万对你来讲无啥物。 姚祖的阿公，小琪，喝茶，谢谢三姑娘姐姐。小琪啊，在我们家不要拘束啊，把它当自己家。嗯，是啊是啊，小琪啊，我听讲耀祖本来计划明仔载要带你去美国医治眼角膜。嗯，要唔过。 伊拄则甲我讲，因为伊要去英国，所以要改时间。不改，不用改。是啦，照原计划哦进行，明仔载阮会负责送你去机场。美国迄方面哦，阮拢安排好势啊啦。恁人足好诶，甲耀祖哥共款好，多谢恁哦。陈耀祖，陈耀祖，陈耀祖。 你无看到阮家有人客是无？哎，林妈妈，起码不是大声，这下问题啦。啊，阮听乐开讲哦。哎哎哎，乐开说他的青椒是买一送一，有看买的哦。啊对对，我们也要买啊，他青椒买一送一哦，把它买一送二哦，真的要去买。啊，我是说乐开哦，说陈耀祖他。他的老祖顾嘛，他就不喜欢吃青椒，从小就不喜欢吃青椒。哎，我也是哎，我也不喜欢吃青椒。林妈妈。 今仔日哦，某主阿转，你拢会给阮阿某一个交代啦。阮台乐开讲哦，伊即马人已经无住伊个家呢。你快走！哼，大姐，他们好凶哦，我爸爸。不，萨古拉，你带小琪回去哦，行李款款，用暗互伊带迄只。嗨，小琪，我们走。好，来这里。 慢慢来，小心哦。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再见，晚上见啊。走。谢谢你哦。嘿。
你妈妈，你怎样不？嘿，姚祖是真有够无良心啊！六十万哦！我一看见啦，我就感觉心术不正，面相歹啦，绝对是骗子啊！哈！啊，恁讲煞未？恁阿妈无足奇怪呢，开嘴遐嘴讲阮姚祖是骗子。 你唔是跳过伊诶，恁误会伊啊啦！妈妈，主任爱芬啊，不是我要说你们啊。当初耀祖是不是拒绝收你们这60万？对啊。是你们夫妻俩啊，硬要我跟林妈妈在耀祖面前说好话，要耀祖安排啊，爱芬到美国去待产呢，是不是？是啊。 那人家有拿着枪逼你们，逼着你们要收这60万吗？没有，人家有骗你这60万吗？没有，那人家是骗子吗？不是啊。好啦，那你们为什么开口闭口要说他是骗子呢？喂，为什么不说自己是傻子呢？麦克讲啊，姚祖伊无走路啦，伊是有代志出去，要出去会进前哦，伊有甲我交代，若有看到恁哦，讲叫我这个钱哦，都爱还恁啦。那。 林妈妈，我都知啦。哦，你人哦，不但好哦，而且哦，美艳动人哦，心地善良哦，所以林妈妈你的亲戚拢好啦，无骗子。是啦是啦，我一看到迄姚祖的面哦，我就感觉这个人哦，面相足好的啦，我心肝一定会袂歹。对对对对对，头先我们讲安尼哦。哎，不过代志，啊，我先走啊。再见啦，再见啦。 放心啦，妈，所有步骤啊、逃犯的，我拢有看了。耀祖一定看会到的。都怪我不好了。要是啊，我一知道耀祖哥的真实事情，就赶快回来告诉你们，耀祖哥就不用离开了。现在说这个都没有用呢，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耀祖，小吉要去美国了，他一定希望再见小吉最后一面。呸呸呸，什么最后一面？哦。 太给掉，唔通我白讲啦。哎，小琪，你怎么起来了嘞？多休息一下嘛，等一下我们全家会在饭店帮你践行哦。那耀祖哥也会去吗？会，耀祖刚刚打电话来说，他一定会来。真的吗？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我总觉得他有事情瞒着我。 这两天他比较忙一点，啊，不过他一定会来送你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小琪要去美国了，不行，现在是江恩登的气势，表示小琪他已经知道所有事情。 会瞧不起我，不会原谅我。来，小吉，哎，多吃一点哦，怕你到了美国吃不习惯那边的食物呢。来，喝这一点。怎么了？我想等耀祖哥来再一起吃。 这不是耀祖哥的脚步声，这无，我都已经看遐一间的报纸啊，应该看会到才对啊。这个囡仔个性我真了解，你是见笑，敢出现，但是我知影，一定在这附近哦，你看小气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没有，没有啦。 耀祖哥一定有什么事耽误了，他一定会来送我的。这是我们的约定，耀祖哥答应过我的事情都没有食言过，他不会骗我的。耀祖哥他应该快到了，我到饭店门口等他啊。哎，我跟你去。本公司王副理，请至一楼服务台，谢谢。 사쿠라, 아, 빵장 냅대.
广播是不是用你给我用着？可以啊，妈，你要做什么？我知影你来啊，而且你秘伫一个所在，唔敢出来见我。哥，我希望你知影。这不是我妈的声音吗？对耶，是你妈。我也赞同我妈的看法，耀祖哥啊，一定在一个饭店里头。我希望你有法度了解我的心情。哥，是的了。也不过，你唔免甲我下死的。只要你对得起自己良心，无论你做啥，我拢支持你。虽然你的方法唔对，但是阮拢知影你的出发点是好意。这个囡仔就是安尼，自细汉就足好强的。假使你若较早将代志的真相甲阮讲，即马大家拢袂安尼对无？尊哥，你无想要出来甲我见面，也不过我知影，你足想要见伊一面，对无？阮拢已经原谅你啊。在伊的心目中，你永远是一个好人。在阮的心目中，你是较早的你，同款拢无变，也是迄个善良的囡仔。阿哥，你现在要对我这么好？小琪。我们还是到门口去等吧。不，我要在这里等。耀祖哥他一定会来的。出来啦！我无希望以后去见阮阿兄的时阵，甲问讲你伫倒，我都拢唔知影。搁再讲，你也无希望让伊失望，对无？人生唔通去造成。任何的危害，好不？小琪，我想放袂落心的人，就是你。假使讲因为安尼，我就无法度搁再见到你，这是我一生上大的遗憾。哥，有耀祖哥消息吗？我不然来找啦，耀祖伊回来啊啦，来看。再等一下，他快来了，我感觉到他就快来了。我来了，兄弟。耀祖哥，耀祖哥，真正是你忘不掉。你伫个饭店的，啥物拢莫讲，机票阿哥已经给你拍好了，带小七去美国，伊需要你。耀祖哥，你真正要跟我做伙去美国？你毋是阁要去德国、英国，还阁有？小七，我歹去啊，我要陪你个身躯边。我希望你个目睭避开了迄个时阵，第一看到人，就是我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爱能克服一切痛苦跟矛盾。哇，好美哦！嗯，哼，你干嘛靠着我？是你靠过来的，是你很奇怪没？紧上车，来机场啦，无白赴啊啦！紧紧紧紧去，行行行行行，行行行。多谢你，黄金啊！讲什么多谢？你若幸福，阿哥都。感觉足安慰啊！美国回来，爱去甲阿哥联络，唔通阁无消息啦，啊？我
我绝对袂阁予你失望。美国回来了后，我会找一个正当的头路，我一定会拍拼予美国。我怪起小七嘞，我无希望小七看花布啦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啊，廖祖，你上车啦，我时间袂有啊。行行，来去啊。我袂袂去啊。就是要只为了我。